好，欢迎回来。下面要给大家介绍这盘主将对决是山东景之酒业队和安徽华裔队之间的对抗，是由范廷钰对阵韩国的外援袁胜珍。就是在下这轮之前，他们两个队也是在保级圈里面挣扎的。那个安徽华裔队是倒数第二，他是积分是多少分？22。那个山东呢？景山东是23。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倒数第二，一个是倒数第三，属于保级升级战，难兄难弟啊。对，所以这盘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山东队很奇怪啊，他其实手上是拥有，你看范廷钰，然后周瑞阳和那个姜维杰，姜维杰是已经拿过了世界冠军，没错。然后范廷钰是打进了今年的应世杯的决赛，然后那个周瑞阳是打进了百灵杯的世界公开赛的决赛，是。他们其他还有一个队员应该是周鹤阳吧，还有第四个队员是周鹤阳，七零后的周鹤阳、对，是咱们小龙贝是很难得的很少的几个人坚持在围甲的那个战场上的，还除了昌浩还有周鹤阳，周鹤阳呢是也曾经拿过亚洲杯的世界冠军，所以说可以说他们这个队伍啊是非常强健的一个，实力非常强的一个队伍。山东队是这样，他在上半赛程其实发挥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在下半赛程呢，他之前有一段一直排到了第七八名的位置，但是也没有再往前进。那是从15轮到现在经历了一个低谷，他们是6连败，没有得分。一分都没得吗？有2-2的啊，就得了一分，但是都是输了，所以说是一直跌落到了这个排行榜的倒数第三名。现在就还剩2轮的情况下，保级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对，如果这场如果是输给了那个安徽华裔，尤其是如果是0-3输掉，那就很危险了，很难说了。最后，好，下面一个介绍背景以后，我们来看关心一下这盘棋。哎，刚才那盘好像是结果已经出来了。安徽宁波市政虽然说是谭笑在主将位上战胜了十月，但是好像其他3名棋手都是输掉了比赛，所以说他这个保级还是。所以说他其实已经是降级了。已经降级了。因为他的分是落后了，本来就落后了3分。3分，对。现在又输掉了，最后一场就算赢了也是。不能超过那个倒数第二名、第三名的，好像是连理论可能都没有，已经没有理论，提前一轮降级了。明年再继续努力，再打回来。然后这盘棋是袁胜珍的安徽华裔的外援，袁胜珍执黑棋，小目。然后范廷钰是白棋。安徽华裔如果就是那个名列倒数第二名啊，也可能跟那个袁胜珍在那个不太发挥，在主将位置上对战绩不佳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数据好像是只赢了4场，上了10几场吧，没有全上，但是只赢4场。就是这个成绩可能跟他在世界棋战里面的这个对现在目前这种状态对不太相符。他还打进了 LG 杯的世界比赛，他就是要对刚才咱们要讲的10月争冠军。对，他新小木。然后呢，下一手是白棋，是分头这个。很少见的一个，目前吧。是，对，最近很少见。之前是，现在流行的是不是挂角，或者中国流。对，或者就不走了。挂角，然后黑棋飞，然后有等等的变化。这分头都是在我们当年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就是说连变很大。对。主要这么走，黑棋连片，无论是连在这里还是连在这里，都是价值非常大的一手棋。你看，这边也拆了，清卫这边也拆了，就一子双用。对。然后所以说，在为了不让黑棋连片呢，白棋就直接就分头就可以把黑棋给打散。但是小时候教的好像是这个，或者这个。是的，小时候说那时候是喜欢从这边逼过来。是。但现在呢，都是比如说这边是清卫的情况，挂一个吗？挂一手。然后大飞一次，这个无论是你是靠还是拆吧，这么简单一点就是拆二，拆回来吗？拆回来，然后就更注重是从这边来发展，但是现在呢，小木位置，现在白棋是一个小木的位置，所以呢，这也可能是白棋分头的原因，我想，他说你因为现在都不从这边逼了，要从这边逼他过来或白棋也没关系，如果现在你要从这边过来。那这边就你挂不到了，你就最多也就是一个单拆，
挂角。啊，黑棋挂角。黑棋的意图呢，就是在现在一般高挂的时候啊，白棋的应手啊都是在三路拖。这个。对。就是现在我们来看，如果三路拖，黑棋肯定会选择顶。挡住。对的。长。对，长。然后，那么这个肯定是黑棋的先手。哦、那都被您走到了，是。对，大家可以打一下。啊，打了再拆过来。对对对。这个呢，虽然白棋要打入，但白棋打入黑棋，双方就可以作战。嗯。黑棋的意图呢，就是哎，我可以还是这样又绕回来了，相当于是我从你如果是心，我从边挂了小再拆。挂了小飞再拆。没错没错，这是黑棋的意图。预想图。预想图，对。嗯、所以我们看完黑棋的意图，然后就。而且就要打破黑棋的意图。哎，没错，就很清楚白棋这是为什么先在这边挂一手。嗯。黑棋。硬嘛，然后白棋再拖。那经过那两手交换，黑棋也应该不会再下这个了。没错没错，因为下完后黑棋顶多就是打完再虎这个、嗯，这个意思也不大，所以他干脆就转向这个，转向白棋的这一步。然后先打入一手。打入跟拖交换。嗯。这一手交换啊，好像是在这个高手实战中经常见到的。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要下这个之前，先在那边打一个。他是可能是想看看白棋，因为现在也有打入的时候，白棋不从这上面拖的，他可以从这边靠的，啊、哦，也从那边插二的，嗯，就是转身的，也有这样的下法。嗯，他看看白棋是到底是你要转身的还是要这边？要这边的话，他再走那边。就问一下白棋。问一下白棋的应手，嗯。就是那不白棋无论走这边，他可能估计还是要走那边。嗯，就是在之前还没定型的时候，先看看白棋的态度。嗯，啊，下这个。嗯。跳。对，这个也是。挂角。再拆回来。左边这个倒是很常见。对对对，最近很常见的一个布局。嗯。这个是不是改以前是不是都是这个差一路的？现在好像大家都下虎了。对，因为是这样的，为什么是改进版？嗯，将来白棋这一靠很难受。靠这个。嗯。就将来啊，就靠。嗯。黑棋如果靠这里搬的话，它就搬下来。这里。嗯，就黑棋无论下什么。都会被白棋便宜。如果你要是藏上面的话，他最少是什么跳啊什么，他就可以轻松的就把黑棋的空给破掉。嗯，有这样的手段，并且他就算以后跳，这一打入也是很眼见的存在的一个手。你让黑棋头疼。对。他现在呢，如果走成这样，如果你只要你这边没有打入，那这边现在就没有打入了。那现在打入肯定是过分了。他这边有各种先手，嗯，只要没有这个打入，他没关系。那他为什么不跟那个照顾到那边挂角那边？嗯，所以说这基于这样的思路呢，所以说现在是改进版，改成了这样。对，跳。哎，其实跳，手一个。这样的话，以后再打入的话，就差跟那个就差别大了。嗯，白棋黑棋挡或者压这个，然后就可以挡下来了。嗯，对对对，这就差别就很大了。黑棋走这个，走这个，扩张自己吗？对，他现在是在扩张自己，因为黑棋啊，可能觉得这时候，这边好像他也不知道该下什么，如果他走这个，那白棋大概就会把这个加吃掉。我尖顶一下。对。再搬一下。然后他这边拆是吧？对。如果走白棋还会继续再打入。嗯。但看起来他拆得很舒服，但实际上那白棋进来，黑棋也没有办法。黑棋觉得这样下很无趣，就是没有意思。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他是在一个之前人家白棋的边里面的经营模样，这个也感觉有点奇怪。是的，是的，是的。他虽然很无趣，不过黑棋我觉得还是应该。普通的话就算直接拆也是一步大场吧。嗯，或者从这边搬下来，因为他刚才不是打了一个士兵应手吗？
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现在是曾子还不利。曾子，您说的是哪个曾子？就你说是搬下来是吗？对。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再看吧，因为他一会儿那个棘手以后，他就是搬下来了。不过他就算最后不行动，他可以就拆一个小的也可以考虑，就直接拆这边，就普普通通的下，这比较正常。他现在是扩张这个，我觉得稍有点奇怪。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黑棋应该扩张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两步棋交换是明显是损失的。对，然后他还要再飞一个。继续扩张，白棋是不是要抢大场了？对，白棋是走上面。对，就是白棋根本就是你扩张你的，我就占我的大场。是，黑棋还是继续又来扩张了。跳，对呀。他还是一心一意在经营自己的这个。反正这几步棋就从这个，就下面先扩张一下，上面又来扩张一下。是。这到底能为多少目呢？对，看上去好像有点奇怪。我觉得这个价值应该是不大的，不知道黑棋是，但是他这个倒是跟刚才这个还是有两码事。他这个一方面是扩张，一方面是其实还是跟这边的争执是有关联的。就这个是吧？对，可能是他就是因为考虑到之前打入以后这边有搬下来争执的关系，所以说他觉得这边是有他的子的，所以他才会往这边来扩张。但是好像白棋这个有点狠啊，这个白棋范廷钰直接就进去了。对，如果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先自己先把那个拳头先缩回来，先把自己补补扎实，就我棋风比较老实啊。你年轻棋手现在都好战，他就好像无视黑棋，现在已经走了这么多，还是进来这个地方，这黑棋也围不到哪里去，其实。你就如果怎么看白棋，如果这步加，黑棋能围到哪里去呢？这边都是白棋的子，这边还能靠出来，下面还有拖，其实这地方非常小的。我觉得去，那就干脆把那个补了嘛，对，别惦记争子了。是的，是的，它这本来就是有点引争的味道，我白棋就顺掉把这个补掉就行。这个反正年轻棋手脾气大，直接就进来了。但是这个好像是看上去有点风险哈，空降下来的。对，黑棋就硬了。对，就简单这样硬一个。黑棋因为上面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干脆就先把实力先围上。因为白棋要自己要跑的话就太累了，白棋这一定不要自己要去跑的话就正好就把黑棋这些子儿全部都有发挥作用。这棋如果让黑棋自己去围，反而围不出什么东西。对。我觉得这棋白棋就应该把这个给加掉，把自己走后是吧？因为黑棋围不出东西来，你要围的话，白棋正好一靠，这到处都能自己，反而自己还能沉木呢。但是这个我感觉就是有点软是吗？因为我这边都这么多子儿了，它一掉我还是缩回来。如果我没有这个的话，可能我会这样老实的阴一个。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有这样的思路，不过他可能啊，因为这都是子儿，他往哪走他也不在这儿，往哪走，他觉得有一句刺了，他可能因为就算如果走到这儿，白棋这边有先手，然后这边可能还能再搅搅，对，就算不能搅的话，这边靠出来，长出来都是先手，这如果都算是黑棋的空的话，这个损失也是很有限的。黑棋可能是希望白棋往外跑，给他往上赶，往外赶。白棋呢，偏偏就不往外。先点一下，先这个。如果现在黑棋还是要硬挡上，对啊，这就看不懂了，因为刚才你已经老是硬了。没错，那你就挡上的话，他是一补。补这个。就是白棋，就是目的就达到了。他如果您要连还是要跑？现在黑棋只能分段吧。如果他简单退的话，其实白棋简单就可以靠就可以回家了。要分段的话，这首先留到这个味道，然后这时候白棋肯定是要往外跑的。对，一定是对大飞。将来马上要冲了，打了断，这个都是先手。黑棋联络还有问题。是的，是的。所以这时候不能老实了。
但这棋好像他棋这个，他地方一方面也是护着这个，跟白棋只要冲不下去，他也就算挡住了。第二个是让你这个虎，就没有了。两边都要是吧？对对对，这棋还是好手。白棋这样点住了。现在如果粘上，那白棋就是首先。比如说接这个，他可以先打，结束，还爬回来，这挡上，这一立，这肯定要就出问题了，这边要搬，这边要打，他这个点，它的作用就在这里，对，这挡没用，挡他可以再立，所以这时候点的时候呢，不能粘，白棋粘上了。这被别人冲过去。你冲过来。对。那这个好像黑棋就吃了这几个子儿，被白棋冲过来还是有收获的。对，我觉得白棋，对，这两步棋肯定是有收获的，但是其实也是损了一些进去。我觉得不如还是先把这个自己补强，因为现在黑棋真到了先手，他就可以从这边来下子了，收获还是有限吧，白棋还可以，但是有限。关键是黑棋现在真到了一个先手，他从这搬下来，啊，发挥这个子的作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个征子，在这儿能学到吗？可以，是征的。可以断。对，然后他打一个，就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白棋就可以简单就打一冲出来，冲这样的话黑棋就得晕了，争这个是吧？对对，这个争子。现在既然是因为他现在有子儿，所以说白棋是打皮点角，这也是这个右下这个定式的一个改进版。以前都是拖这个接手再长，以前是这样的下法，然后呢，现在是单点，这单点是的用意是很深的，保留了什么？保留它冲出来，如果你要是单接这个，它现在不是贴这个，它是尖回来，它尖回来的话，下面就差了一气了，有可能，因为它跟那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来看啊，如果是这样再靠，断吗？这直断掉，因为你不能再加了，加它就立。就出问题了，就直接就死掉了。如果是软头的话就不一样了，它是可以冲断的，它可以你拐下来，它可以先冲一下，再断，就是差了一口气。现在这样，白棋断，白棋就是，白棋可以就打一个熟手吧，再拐，这黑棋就很，黑棋这个是先手。白棋就算这爬不成你啊，白棋可以走这个，可以这一扑打劫吗？对，但这个劫是全局是黑棋是不可能找到一个比这更大的劫材。走成这个劫，尤其是出其无劫嘛，这样的话黑棋是肯定是不行。所以说跟当初这个是差别很大，这差别是黑棋只要先冲一下，那这个就成立了。这白棋立的话，黑棋这个是先手，白棋这边就一切的手段都不成立了。是，这是一个，这就是先点的一个区别。他希望黑棋可以接一个，接一个的时候你再靠，这个靠就不成立了。大家要记住，现在黑棋的目的啊，断完后一定是要靠上来的，就简单那么走，被白棋这么长。这棋就肯定就不好了，脚被白棋拿了，然后上面的黑棋也没什么东西，还在这继续爬，就是太什么都没走掉。那如果这儿有子儿，就是这么爬回来的。啊，对对，有子儿当然是可以爬回来，但是这样的话收获也不大，白棋就跟着跑。因为黑棋付出一个脚的代价，其实目的是要攻击白棋，但是现在其实是自己先就走的比较。就很软了，就没劲儿。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行。紧住了白棋的一口气。是。一定是想要顶这个的，对对，一定要顶。这其实黑棋无论这边怎么找，但这个最终肯定是要顶到这里。
所以实战呢，他现在，但是他现在顶不行，不过他什么都不准，对，白棋这么冲出来就挡不住了，因为白棋现在这利用这个能管下来，他到处都是先手，嗯，这黑棋就很麻烦了，对，所以说他一定要先把这个路，这个头给先白棋给封死，他虎一个这个好像也很熟，很熟，非常熟，下不出手，再靠，嗯，然后现在这白棋先打一下。那我们现在看看白棋这个点，这个取到什么目的呢？嗯，就跟以前拖长，这让黑棋冲了一手，这个冲是非常熟，而且紧了自己一气。嗯，这冲如果是只有在白棋拐下来的时候，黑棋才可以冲。现在白棋还没有不用拐，黑棋就自己先冲了一手，自己转了一下。对，所以说白棋这个单点的那个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了。现在都记住这个点，以后走就不要再拖了。没错没错。嗯，现在呢，因为白棋现在不能拐了，白。就被断了，他点这个，点这个，这个吧，对，他利用上面各种各样的线索，因为到处都是线索，嗯，好多全部都是线索，他就点，然后呢，黑棋现在如果挡下来，白棋就可以拐下来了。要再断的话，嗯，他是不是弯出来了？对，是的。这个，对，你跳出来说明都可以，弯出来。这样的话黑的就不行了，这边是封不住白棋，这边也封不住，这边杀棋也不行，就是先来这边接应一下，对对对，他有接应，必须得从这边有援兵，是的是的，不能挡，不能挡，他只能这么出来，好像有点委屈啊，对，稍稍有点难受，就被白棋点到了，那个正好是要点，嗯，白棋这时候再拐，是，这时候先拐的话被他跳到这里，嗯就什么棋都没有了，没棋就下来没味道了。点弯，再拐。接着。对，黑棋不可能再去再硬了。弯这个。弯，嗯，弯。再退。退。粘上。啊，我觉得这时候白棋的调子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还有味道，将来。这其实从这过来后，也顺带把这个路给破掉了。嗯，黑棋现在其实有点那种兄弟打架那个味道，是不知道围哪边了。对，两个兄弟打架，你围这边就伤那边，你围这边又伤这边，这个确实有点难受。而且这个以后是不是还有棋？还有棋，就是最简单，它拐下来，你说你断，对，你可以吃两个。对，白棋可以，白棋就两个就不要了。嗯，你说断不行，断它拐吃会再压，这要争嘛。对，所以你如果就像这样的话，白棋就简单这么一次。那黑棋的收获在哪儿呢？角也给白棋了，所以说这边是欠着一手棋的。嗯。然后这边还要补，嗯，黑棋是顶在这里补，嗯，对，黑棋就跳回来，嗯，黑棋是说吃这个，但是希望白棋单关连回去，单关连，嗯，白棋可以往外跑吧？白棋现在是可以往外，白棋实战呢，他就是往外跑了。其实我觉得，就算白棋连回去，我觉得这现在全局形势摆的也不错。但是白棋这样的话效率更高啊，我还没准把这个救回来了。没错没错，实战他就是追求了效率之高，黑棋就正好把它间断。因为白棋啊，就从职业棋手心里来说，他不想走单关，对，他不太肯单关，就走一个单关自己练回去，嗯，觉得没有价值，他想把棋啊走得更那个有效率一些。那黑棋这个是不是单关呀？这个分段可不是单关啊，分段不是，对对对，白棋连起来白棋觉得自己是个单关，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价值，现在黑棋只有分段了，这边才有棋下，对，正愁没有头绪，对对对，才能找到头绪，本来这边还要自己要补，那多难受，嗯，白棋飞出去，这个，嗯，现在他正好有地方攻击了，嗯，本来白棋要连回去，黑棋都没地儿攻击啊，这只能去围后。白棋要是连回去，黑棋可能补这个吧。黑棋该说什么不太清楚。哦、oh. ，但是这边反正两边都围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很难受。那、确实，那个从那个白棋的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想走得更有进取心一点。嗯。更切。嗯。哦、oh, ，黑棋。就硬了一手。是，连这个是吧？那白棋也不往外跑的，对，白棋现在是可以往外跑，白棋往外跑是，对，他还要够狠，还要把空都破掉，他可能看中这个断啊这边的毛病，嗯，他觉得这个棋白棋是绝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
很自信，对自己很自信，就确实对职业棋手来说，那个吃锅比那个攻击要容易太多了。然后黑棋就怒了，好，直接好断，嗯，白棋也怒了，这个两个人火气都很大，嗯。首先有一点啊，这个子啊肯定是不能这么让黑棋怎么打过来的，嗯，那这个就成为送子了。是，所以既然是白棋本来跳就是妙的这个段，是这个，嗯，黑棋就顺过来，如果白棋现在冲的话，黑棋可能就直接就冲过来，嗯，把这个气掉，然后这边就很危险了，中间整个一大块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嗯嗯，那白棋不能跑了吗？白棋没有跑，白棋但是靠了一下，搬这个。嗯。刚才如果搬的话，因为它还黑棋还能还有挖，这还有退还有拐等等的下法。嗯。现在因为还有留了这样的毛病，这个搬的话，黑棋就不能再动了。走这个。嗯，就把这三个给吃掉了。现在白棋跑不动了。嗯，对。我先打了一手。对，底下先交换。那这个，这个白棋收到了，是不是他吃的也不大？没错。就是咱们现在可以看，其实只要白棋活了，黑棋啊也就吃了这个六目棋的干目。对。白棋是下面本身也有六目棋。嗯。他已经得到了，所以说，我觉得只要白棋吃锅啊，把这块棋轻松处理以后啊，嗯，全局的形势白棋就不错。结束是吧？嗯。然后还要把这个连回来。哦，这个，怎么说呢？嗯。太狠了，年轻人真是。对。一目都不肯让。这个很大吗？这有几目？这个应该是。从那个架子上来说肯定是不太大的，嗯，对啊，这边处理不好吗？就是可以，我觉得白棋只要简单跳应该全局形势应该就不错，嗯，但是呢作为范廷锦来说，他如果是简单这么往外走的话，当初他就不会进去了，因为他这进去以后这边还是有点毛病的，这边就黑棋他以后还是惦记这些，他至少他这边有先手，嗯，他这有硬的架子，是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反正每手棋他都下在至少都看得见的有木的上面，嗯，不过这个形式好像我觉得跳跳也就不错了，他还更有追求一点，有追求，嗯，没错，黑棋弯这步棋啊，弯了以后我觉得白棋应该兼这个对，然后跟他实战是有什么，他这个挡的话其实这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里面有一个有点味道，好像我觉得这个局部所有职业棋手他都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个题目，嗯，是对练习题吧，就是属于练习题，嗯，一会儿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边，嗯，回这个，对，既然白棋没有跑，黑棋当然能拖能快一点跑，嗯，你先兼这个，嗯，好，我明白了，他现在他这步棋啊他觉得是这边还有冲断，它局部本来是活棋，嗯，现在黑棋走了一步后局部它活不了，这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呢局部虽然不活了，黑棋白棋根本就不管，直接就进来了，哦，在白棋的字典里面好像觉得这我永远不可能去死，对，没有一点那个危险的意识，对，从他下法里面看他对这个是对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会有危险，嗯，上面爬，啊，那靠这个，这个是，嗯，就是按，有点那个什么。如果我挡，对，好像不能挡。为什么呢？不行，嗯。断了。该白的下，啊。该白的管下来嘛，然后它不就断吗？没错，没错，说得很正确，嗯。现在这个断就断不成立了，就被白棋可以打死了。嗯。他这步棋正好起到那个引针的作用。是。有陷阱。有陷阱，这不靠是有陷阱的。板里头。老实一点，那现在就下面就留到这边一个家，嗯，有味道，然后它既然这边有家，这边还有等等的味道，借用它不光这边没有补，
索性就直接就来破黑棋的空了。他就是利用这个黑棋这一带味道不好。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啊，这棋好像从白棋的下法来看，他好像每步棋都是在，就觉得形势不利，在那拼搏似的，你有没有这感觉？对，每步棋都下得特别那个，就是把那个精神，反正是在最紧，每步棋都反正下得最强的，基本上是。难道他判断形势？不，我从精神来看，白棋这时候绝不可能快的，白棋每步棋都下得都是很。没什么特别的问题。黑棋倒是有些小的疑问手吧。那可能就是范廷钰风格吧。风格优势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是吧？对。黑棋这步顶。白棋这步棋确实是要把中间下滑了。现在如果你再走，从局部上来说，你看它这一挤就要出问题了。这一个挤。这还可以再挤。这个真的有危险了，有危险。就从局部上来说，它这肯定是有断点的，尤其像这个形状，白棋是很薄的。白棋在这么薄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脱先，就确实不太容易理解，是吧？只能说它胆子很大，所以它贴这个。贴这个先手贴黑棋也受不了，它这也是破眼。黑棋接再来，这下白棋中间没眼。但是白棋还是出了头的，白棋并不怕，白棋又脱线了。哎，这地方白棋就白棋呢，黑棋脱不了身。如果现在黑棋转换的话，黑棋只吃这个，被白棋下去，那肯定不行。对，不成比例。不成比例，没错。白，这是他的先手的利用，赚点便宜。对，先手利用，他为了打这个。把这个立下来，这打位。乖，结束。把下手之后，明显是要虎下来。但如果黑棋去往这边走，被白棋那么搬，黑棋也有点难受，所以黑棋就抓这个。然后白棋搬，白棋还是搬，对，依然是先手，还得吃一个，还得吃。黑棋这。就是这一系列吧，从白棋这搬开始，然后就走了两个先手，就先手搬到这里，白棋肯定是有一定的收获，把自己就是那个回家的路连清楚了。他转了一圈再把这个接回来。对，是的。他贴一下，记住。就现在这个形状，如果黑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招，白棋的空是不可能不够的。白棋你看下面的空都很实在，黑棋的空很小，现在就是这么一点，都是干木。都是干木，还要贴七木半，是吧？三又四分之三子。黑棋现在是不是要想想办法了？要想想办法。就是一定要下得强硬一点，让他靠这个。应该也能看出来，袁胜真判断跟我们一样的。对，他是靠本身，因为这现在这块棋啊。黑棋这边多多少少有些薄位，白棋这最简单的这什么这尖这跳这靠什么的，对，乱七八糟的靠断，好，直接靠断，什么招都有。但是现在直接靠的，就现在还可能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呢，袁胜真在这里先想去做点准备工作。然后他是先下这个。刚刚您说这边有先手。是的，刚才就是为什么他当初要并双这个。现在呢，就是你看，如果黑棋将来这不走的话，这个首先这一鼓，如果你硬，它就贴下来。你这一贴下来，然后这边就正好就断掉了。所以它这边是还是有一定价值，但是现在在黑棋靠的时候去脱先拐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保留一些吧。气势是吧？不是气势，这应该是疑问手啊。黑棋是现在不可能再去补的，黑棋现在实在搬，这个不是。那他肯定就是期待着黑棋补，然后再去回来。对，但是黑棋绝不可能去补的。黑棋他可能只觉得这步棋本来就挺大，而且上面靠的时候他觉得不太好硬。现在黑棋靠在上面。然后这整体的就变薄了。现在白棋在正常的情况下，他这应该是。无论是走在哪里嘛，肯定是应该要补一手的。那你应该补在这里，补在这儿。
我感觉范冰冰起得很侧，对啊，他真的不害怕吗？这个地方显得这么薄。袁姗姗好像终于受不了了，但是生气了，愤怒的拷问，愤怒了，愤怒了，嗯，这个被交到右头先了，嗯，还要铺一下，对，对，这铺一下观点，将来如果糊下来，有关系的。哎，那这个时候，这时候该黑棋下，我怎么觉得这么危险？太危险！现在是他这个就打，并不是说是要走什么，所以他确保这边没断点了，对吧？他带响的。第二个呢，是这块棋呢，他这边有加，这有吃，然后呢，这边有出来，这边有点有搬，所以他觉得黑棋一手棋啊，是拿白棋是没有办法的。嗯，这是范廷钰的，所以说他不予理睬。那黑棋还真是很难，确实很难吃掉白棋。嗯，这是艺高人胆大，连续的脱线，非得把袁姗姗给激怒了。好，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这部点啊，我觉得基本上每一个职业棋手对这部棋都很熟悉。就在这个形状下，黑棋不要先去攀，嗯，然后他要点，如果白棋要补断，黑棋这里头搭。这个搭，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成打劫了，嗯，是吧？如果你接住黑棋倒虎，局部它也是一个打劫杀，所以这个尖是不行的。嗯，尖不行，如果立呢？立这样能搬到虎，这样的话黑棋双火。嗯，对。这个关键的地方是黑棋这样的话是先手双虎。嗯，如果是搬先搬白棋虎。先搬白棋虎点挡，这全部白棋都让黑棋走到，这也接到，然后呢这接，请注意啊，这时候是黑棋的是一个后手双虎，这一个先手后手差别太大，对，所以说这是一点。嗯，如果白你要这样的话，这也就搬，这也就盯不住了，这边还有可能还搬了再点进来，是没法退让的。是，所以实战呢，他首先得先立，嗯，黑棋再搬。所以说当初为什么我说白棋这个应该尖二，尖二确保1、2、3、4、5、6目棋。现在尖二的话就没有后面的手段了，没有后面的手段了。嗯，我觉得这步棋应该是白棋忽略了这步点，然后范廷钰是不肯被黑棋先手双火，嗯，愤怒的就可以拐吃，那就打劫，对，变成了打劫，这下就是形势非常的激烈，正好黑棋可以用这个大龙来当劫材。嗯，他本来一手棋他刚才我们介绍他杀不掉是吧？是，嗯，他就来顶这个是吧？打劫材，这个，提。断，嗯，这不断啊，不走的话可以冲这个，对，嗯，一个，对，他不走的话不是吃两个，白棋可以把这三个子拉出来，所以这个是个劫材。嗯，白棋提啊，这个劫实在是价值太大了，对，涉及这边的话说，对对对，白棋退这个，拿这个当劫材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白棋先点，看看你是不是接，白棋要贴到这里。嗯，啊，他黑白棋看得很清楚，嗯，这可以冲断，现在冲断就确保那个什么是吧？嗯，如果你这边要硬，他这边还可以再冲，他做活是没有问题。然后这现在是他去，要断了，让他打这个，嗯。他确实先把这个补了，白棋冲，对，还是断。他可能这边可能白棋已经都双方都来不及再去提劫了，对，走着走着又不打了这个。可能他来不及，现在就是如果白棋一下把黑棋上面全杀光的话，就黑棋把这脚杀了都不行。嗯，因为白棋的吃的比黑棋还要大，所以双方都一直都来不及。白棋冲了，对，黑棋断了，黑棋断了，然后白棋现在得藏这个。
对吧？对吧？这个是关键。现在都下手要吃这边，下手一冲一打，而且打一冲就可以了。嗯。一起拐这个，先跑这边。那不是被打了吗？对，没错，说的很对。现在有个黑棋，现在因为他不能景气，自己打一打打死。是。黑棋要走在别的，白棋就是直接去贴，可以把中间给吃掉。嗯。这个时候，是不是去提劫了？嗯，应该是。黑棋现在提。嗯。那这边就当成，虽然黑棋这菜这一带虽然他有被白棋活了，他有损失的，但是他上面还获得一些东西。嗯。白棋立打提掉，这是他的劫塞，黑棋提掉。嗯。黑棋提，那现在的胜负我觉得就集中在这个劫上了。黑棋不能找太损的劫，白棋也不能找太损的劫。我怎么觉得这个后半盘下的这么乱呢？乱，眼花缭乱的。特别乱，尤其是白棋连续的脱先，确实是非常乱，可能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打这个，这是先生。就是没想明白他为什么不简明，就是收一收，一定要跟黑棋战斗。棋，是给他的棋锋吧。没提，他先弯这个。嗯，这个是好手。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白棋就是走这个的。对对对对对。嗯，把这个连回来。嗯，白棋走这就看得很清楚，反正这一人一个嘛，对吧？然后因为黑棋这本身也是要找劫，现在提这个。对。这白棋有什么劫材呢？白棋劫材好像很少。嗯。冲。啊，这不是也是劫提这个？嗯。黑棋现在劫材是提这边吗？粘上，嗯，提再提过来。白棋断这个。嗯。啊，现在白棋的意思是，如果你提我一拐，拐过来，我这边也够了。那黑棋还跟着硬。对，这是有木的。嗯。黑棋提，黑棋，哎呦，这步棋是先手是吧？这是什么意思？这先手这边要拉回来，这不是要跟这边杀气吗？哦。白棋是所以说是补了一个，嗯。哇。185。哦，那这样，但这个价值非常大，这个先手吃的太大。啊，还白棋还得补回来，还再提劫。嗯，对。我觉得白棋好像总觉得有点什么地方，虽然把中间给吃掉了，但你实际上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一些损失。对，这个劫要打不赢的话就很危险了。嗯，他打这个是吧？嗯，打这个黑棋提。对，黑棋提过一个劫，黑棋提，白棋打一下再提过来。 嗯然后黑棋现在还有这个劫，粘上再提，再提。嗯，哎，现在好像白棋的劫上好像很难找了，找不到了。对，挡这个。嗯。这个是。这个不可能是劫。对，他可能放弃了。放弃了，找不到劫材了。嗯。啊，这被提掉了。哦，那这样形势怎么样？虽然是吃掉了中间，但是好像总体来说肯定是黑棋白棋吃亏了，大脚被杀掉了。嗯。这三个子也死了，是预算就是总共的那个最后结果吃亏了。然后白棋现在接这个的，嗯，黑棋打，嗯，啊，白棋是白棋，什么是走这个的？哦，他是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冲，退，哎。啊，他是想先手收刮一下黑棋，这要求这个先手，但是实际上这个先手走完一点都不便宜，被白黑棋先手把这三个救回来了。再立啊，我看懂白棋的意图，白棋意图就是先手收刮，但是一点不便宜，黑棋这全部都连回来了。嗯，他还不如别跳这个呢，单拐其实也可以，不过他可能这步棋很大，这一定要走吧。嗯，这步棋是最大的关子。黑棋现在是冲了一下，
可以去爬过了。嗯，这样很安全的爬过一般到白线下滑来看，可能这边早上冲掉过一个，对，很早以前就交换、冲掉一个。这从这下滑是有点准备还要加进去，那是范廷钰判断形势不利的吗？对，不利，他要加进去，再如果搬的话，他可以扑。现在是黑棋拐那个，去接那个，去打拔，这是个大关子。我感觉这棋应该是就算是不利，差距也是很小的。因为你看黑棋还是大家都在不停的在收最大的关子，白棋就加，是黑棋的一手。黑棋本来没有退让。如果现在要去打劫的话，黑棋应该是还有劫材的。黑棋的劫材。对，这边这种全是这边扑啊，都是劫材。白棋好像全盘很难找。把这个找这个。它叠接上。接住。白棋也接住。一段。反正是就是从谱上来看，下到这里的白棋就认输了。是。显然是这个劫是没法再打了。好像不知不觉就被逆转了。对。也不是不知不觉。我觉得吧，可能是从白棋从那个进入黑棋的空里，就是从那个没有练回家嘛。从这时候开始啊，白棋好像总觉得进入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特别顽强的一个状态，就是什么棋都是往最强最硬的下吧。然后呢，黑棋无论怎么危险他都一概不理。对，连续脱线的好几个棋确实下得稍稍有点奇怪吧。然后中间也很乱，但是就是从那个结果来看，就是黑棋这步棋啊可能是导致了最后的心理的一个失衡吧。就是被黑棋点，白棋不太愿意被黑棋先手双活。是，就虎搬的时候他可以倒虎，这个局部是黑棋可以做个线索双黄，白棋一目都没有。可能就是这几目棋就是造成了白棋的下法就是比较拼搏。后来呢这一打劫，后面结束了是不是就没结束了？应该就是没有机会了。结束了，因为他这个都损进去了，虽然是吃了这14目棋。但是这个劫基本上白棋是无条件，只是挡到了这个，基本是无条件被打输掉了。他最后这盘棋就是袁胜珍黑棋中盘获胜。终于赢了一盘，现在五盘了。他们俩在上半赛程，因为我们围甲是双循环的一个赛制，在上半赛程的时候就是袁胜珍和范廷钰的主将战。当时没有，当时就是袁胜珍赢了。这样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这轮比赛的结果，因为现在是已经到了倒数第二轮，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比赛的成绩。山东景之酒业是3-1战胜安徽华裔，就是就是说袁胜珍只有他一个人赢了。对，那华裔还是在一个倒数第二名的位置，可能是不是没机会了？是，还存在不存在理论的机会吧？现在是22分，22分，跟安徽宁国是安徽宁国是只有19分，对，那是肯定是两个队是在倒数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上。然后还有一轮，辽宁决华岛是2-2主将输给了西安曲江。辽宁决华岛应该是25分，应该已经上岸了。没有，他是25分，然后那个现在安徽华裔是22分。对。那个安徽不是那个就是山东今天战胜了，对，山东赢了之后就变成了26，安徽山东已经上岸了，基本上已经没有危险了。对，嗯，那就是现在辽宁队是25分，安徽华裔是22分。对，然后除非最后一轮是安徽华裔获胜得3分，然后辽宁输掉才有机会，还比小分，对，还比局分，就是净胜局，没错。然后之前进行了一场比赛是中信北京1-3输给了大连上方恒业，但是这两个队好像是没有争冠也没有保级的这个名次的关系了，对，中间的关系。贵州百灵我们刚刚说是3-1战胜了排名垫底的安徽宁国市政，对。浙江建设银行跟苏泊尔杭州两个升班马今年好像状态还都不错，但是这场比赛是浙江3-1战胜杭州。浙江，那金志熙又获胜了是吧？金志熙，对，战胜了刘星，主将位。
啊，那重庆队应该是因为那个王曦和谢赫那时候都在农心杯，在农心杯，然后他们的比赛延期了。延期。现在百灵如果今天是全取三分的话，暂时排到榜首了。暂时排，而且领先了两分。对。对，所以下一场对，我觉得好像几乎可以说两个安徽队就是提前一轮给降级了，因为那个安徽华裔啊，我印象里面他的局分是非常低的。不太乐观，不太乐观，对。然后后面还是要继续努力，希望大家都给我们奉献精彩的对局吧。嗯，好，那今天这两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